见过的十三，可从来没这么狼狈过。他死了，我看你也死了。出征危险且责任重大，皇上当天下职责，绝不会冒险让此时的十三爷去平乱的。你的确很懂得算计别人，虽然你能弄懂所有的事情，却不懂一个情字。十四爷连老虎都不怕，却这么抗拒我，怕我？你可是比老虎。 都要可怕的女人，那年的虎肉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东西，是你让我知道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环境，反抗并战胜强大力量的快感，是你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。你这条命是所有人冒死救回来的，你难道非要把身子弄垮，又让所有关心你的人日日夜夜为你担心吗？四哥，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件事，我想让你帮我找回对我最重要的人。 他对福晋思念成疾，虽然表面重新振作，但其实是假装坚强，实则连一具行尸走肉还不如。眼下唯一能解救他的人，就只有福晋。我想要的是什么？你是感受不到，还是在装傻？<笑>